说好会联系。 谁啊？ 吓了我一跳！你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儿啊？医院说你轮休，所以我问了你的地址。哦，我可以进去了吗？怎么弄的呀？ 请进吧。你先坐，我去拿你药箱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 受伤以后伤口是很难恢复的，而且非常容易留下疤。我看看，你刚才不是去医院了吗？为什么不顺便让他们给你处理一下？我想见你啊。你是做什么的呀？ 为什么三天两头的受伤？你猜？人家哪能猜得出来啊？你这在我这儿弄不了，伤口伤得太深了，得去医院轻创缝合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去医院，我只要你弄。我这儿没有麻药。无所谓啊，来吧。 是钱贵，不来我家缝针，还都不需要打麻药。除了我还有谁呀？没有麻药真的会挺疼的，你受得了吗？来吧。谁呀？张日山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 你好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我在跟你说话呢，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？他谁呀？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。 前女友吧，啊，我也理解。作为女人嘛，最见不得的就是现男友的前女友和前男友的现女友。你今儿来，未必是对我们张日山还有多少留念，可能就是好奇心重吧，想看看我们感情好不好。
想看看他的现女友长什么样，我都理解。但是请你记住，他现在是我男朋友。你作为前女友这么没有礼貌的闯来，真的是一个 low 到爆的行为。希望你给女人留点自尊，谢谢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当然知道，他是我男朋友。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我希望你明白。谢谢。你不想听他把话说完吗？我听完了。他说，嗯哼，老子是个好东西，希望你也有一个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是你女朋友。有待考察，继续吧。我不管，我当真的。